在要来炒菜的了，还是没有熬过他们，把胃药先拴上。杨子聪要加薪，哇塞，太爽了吧！太爽了吧！啊，这种感觉安逸啊，那看了他们做事情我就傻。这是洗碗菜的噻。我最讨厌洗碗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说强哥，我来炒菜你洗碗，嘎，金姐看他洗碗，这个女娃子家家洗碗哦，哎呀，在成都嘎。就是。那你这咋找男朋友呢？我。哦，啥子意思嘛？没有听到阿姨说没有，所以嫁不出去。你再说一句，你是强，我跟你说我嫁不出去，就说你在揍我。要得。水煮肉片你来煮啊，要得。老火肉你来吃。好的。你切不来，我就给你打下手。好嘛，你把那个肉给我切了，等我来炒嘛就。嗯。哈。我现在要来炒菜了，还是没有熬过他们，把胃药先拴上。这种切锅炒菜超好吃，好大这个锅真的。我现在要先炒这个素菜。有够了吧，我觉得有够。来一个公鸡蛋是吧？对对对，再来。我们这个油全是菜籽油，很纯的那种。来一点豆瓣酱。看一下这个红油炒出来了。来一下红油。太爽了吧！太爽了吧！哎呀，吵死我！点缀一下，点油看一下爽不爽？那么多油，你看油包包的。对呀，这样才好吃。要把回锅肉的肥油给它熬出来。哇哦，好爽！香味哈就出来了，这个回锅肉，看到没有？好不好吃、啊、闻到都香港。你只晓得他吃五碗饭、啊、他吃五碗饭黑猪肉了嘛，吃香。今天我们五个人的菜就弄好了哈。我感觉我现在厨艺还是不错的，还是能弄出来了。之前嘛，我就是炒不好菜，总是把菜炒糊。但是后面有一段时间，我经常炒菜，我就在家里面用锅炒菜，我弄饭，慢慢就练出来了。但是又有个很烦的地方，就是那个油老要溅到我脸上，每次一溅就是一个疤疤，然后手上也是，就全是油溅到的疤。我们要开始吃饭啦。你看我们这里很方便吧，哪怕是过来住也可以自己买菜自己买肉。这个肉是山猪山猪肉，山猪肉黑猪肉，黑猪肉好好 吃,、哦、好好吃，很糯，才11块钱一斤。你说我在这边自己买点菜来弄，巴巴实实的吃起好耍，带着家人过来玩哟。这么隐蔽的地方，山屋头啊，我们这团建也比较巴适的。是啊，我们这是就是可以承接团建，而且之前也办过两次。那儿唱歌，那儿烤烧。对啊，唱歌烤烧烤，巴适得很。